我买菜去了，家里一点菜没了。谢谢师傅，欢迎下次光临。102，好嘞，谢谢阿姨。喂，小童，咋了？喂，咋了？那个，你说剩那几盒米饭哪儿啊？在我那个房间。在你房间？房间哪儿啊？你要做吃。咱俩一块做炒，我咱俩一块做炒饭不？你要做炒饭你就做，我把锅留给你，我做菜。好嘞，走了，回家做饭去。行，好嘞啊，拜拜。拜拜。今天谁值日啊？啊？谁值日啊？今天？什么？今天谁值日？咱俩值日。真假的？真的。你要再蒸点米饭？不用了，拿来裹鸡蛋。直接裹鸡蛋？嗯，行。哪个蛋是可以吃的？哪个袋子？哪个蛋都可以吃啊？我不知道，可以吗？我不知道，都可以放着，应该能吃吧？我不知道这蛋咋来的。哟，刚下的蛋，打个十个吧。蛋炒饭，我来做一个。嗯，我做一个蛋炒饭，可以。但也没肉什么的。你要现在开始做是吧？好。没太熟，不知道啊。还有点熟，还有点熟。嗯，你给它炒一炒。没事，差不多。我觉得还行。可以。咱今儿咋值日？你想，这两天是一人一天，咱俩可以啊，看你。那我今天，你明天。好的，好。鞋子，
石头，这个端走吧。可以可以，端走吧。小童，这边再切点青椒吧。切啥？我给你切。再切俩吧。没问题，够了吧？没问题，这多肯定够了。收一个肉包子，还有花菜呢。爸爸爸爸爸，醋溜豆芽儿。哦，味儿正，小鹏，好吃。走嘞，走。我拿这个吧。来，没事，我来吧。哦，赵小童冤的神。炒饭好吃不？好吃，真好吃，真好吃，一点都不好吃。那别吃。不好吃。快吃，他妈一会儿没了。啥意思？吃不下一顿吃不到啊？卓源呢？童来吃饭啊？喂，鲁哥，来吃饭啊，童。来了来了来了。好嘞。行。陈波，陈波，兄弟。最近感觉你挺辛苦。咋了？送你个礼物。你说。不要感谢我。好。给你新的裤腰带，那个用久了。哇，居然是跟我今天是一个东西。哇，我有裤腰带了。哦，好开心啊。哇，谢谢哥哥，你可真好。哎呀，谢谢你、啊、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太好了，我有裤腰带了耶。哇，什么东西？